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呢，咱们了解了什么是模板引擎，对不对？对。相信大家还有一点点迷糊，不太理解。那这节课呢，咱们学习一下自定义模板引擎，也就是咱们自己把模板引擎写出来，对吧？那你会更加理解模板引擎的原理，对吧？它的作用都说过了，就是将两拨人给分开，对，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除了咱们这个自定义的模板引擎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模板引擎，对不对？嗯。所以它自定义。那么看这块，如果是在工作中你自己定义，有什么好处呢？属于自己的 PHP 模板引擎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项目的需求量身定制，对不对？而如果你用第三方的其他人写的，对不对？他那个模板引擎升级，那你是不是也想着也要升级啊，对不对？他那有改变，对吧？那你程序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对吧？所以呢，用自己的模板引擎非常的好，对吧？那但是不会写呀，这节课我给你提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实际工作中，现在很多开源项目里边都是自定义的开模板引擎，对不对？你喜欢哪套就可以把哪个提出来做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听懂吗？当然了，咱后期还会讲官方 smart， 就算你不定做的话，是不是还有现成的可以用啊，对吧？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做模板引擎。咱既然知道模板引擎原理了，咱们现在就先做两个文件，一个是比如说 demo.html 文件，专门是写 HTML CSS 加 Swift 的，对不对？一个是比如说 PHP 文件，当然它俩文件名不一定叫一个，对不对？比如说我叫做test.php， 可以吧？然后在这里边，我们现在就用最简单的，咱们先了解模板引擎原理嘛，对不对？在这里边不写任何 PHP 的代码，斜杠 HTML， 然后比如说 HID 斜杠 HDD， 然后 body 体斜杠 body。 那现在问题在哪呢？这里边有个标题斜杠 title， 假如这是一个文章页面，对不对？然后这块呢有一个比如说H1 吧，是标题，对不对？然后内容 div 斜杠，对，就是显示一篇文章，有这个标题，有这个标题，有内容，对不对？当然有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对吧？那美工做完这界面了，说他们美工人员和程序员商量好了，说现在在这个页面上需要三个变量，对吧？一个是标题当然这俩标题是一个，对不对？就两个变量，一个是标题，是内容，对不对？然后美工人员怎么办，程序员怎么获取，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预定好了，那需要动态数据呢，我这块如果直接写变量 title， 那在一个 html 页面怎么能找到这块就是一个放动态数据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为了不好找，一般的在模板引擎里边都要加一个定介符括起来，大括号可以，对不对？既然是自己写模板引擎，这个定介符你可以随意定制，你叫大括号可以，你叫什么两个竖线行不行啊？行，你喜欢用什么定介符就用什么。一般模板引擎也支持这个定介符随意的修改，对吧？那比如说我现在既然想防 smart 这些，我现在用什么大括号可不可以啊？那这里边也是写上标题的 dollar符 title 大括号，对不对？空格假如说一样的可以，只要看定介符里边是不是就行啊？然后内容行 tnt， 看现在是美工人员里边没写任何 PHP 代码，对，只需要显示动态数据，从数据库取得数据，我们把它放在什么，用一个相当于战略符放在这个定介符里边的东西，对不对？那不，前面咱学过 PDU 也学过战略符问号，对不对？对吧？那必须得按顺序去给，对。那一个页面如果很多的话，按顺序给是给不了的，所以别做按顺序的，就做按名称的，对不对？那不同的名称就是不同的战略符，那不同战略符呢就会显示不同的数据，对吧？咱就做一个最简单的，现在美工里边没写任何 PHP 代码吧，对不对？
然后这讲话现在是不是到 PHP 程这块了？对。那 PHP 程员他需要做什么活呢？他需要在这块他的强项连接数据库，当然了我这就不写了，也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一步，对不对？嗯。然后什么执行 SQL 语句，对不对？然后获取到两个变量，一个 title， 比如说这是一个测试，和又获取到，假如说这俩是从数据库获取的数据啊，对，这是 CNT 内容。你看，假如说这是从数据库获取的，因为咱们重点不是连接数据库了，现在对不对？这是从数据库获取的动态数据，需要在模板中显示，嗯，对吧？当然，这个变量名和咱们这里边写的变量名现在没关系，对不对？可以做到有关系，嗯，对吧？那现在是没关系的。那我们假如防，就如果是不是防 smart 写的话，那我直接这块写变量，直接包含这文件，这文件里边是不是就可以用了，对不对？但是呢，我现在想防 smart 写，对不对？那 smart 就有两个功能，怎么的？第一个就是最少的两个功能啊，第一个什么？向模板中分配变量，这第一个。然后呢，这块是加载什么指定的模板并显示，这是 smart 的两个功能。当然能自定义的就不叫 smart，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我们要开发的 smart 这个类，对吧？需要里边什么功能？是不是有一个分配变量的功能，有一个显示的功能，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就得用一个模板引擎的一个类，那我们就当 smart.class.php 这个类，好吧？这个类里边我们打开它 class smrty.smart，假如说我就叫 smart， 对不对？这大家更好理解。然后里边有两个方法，分别就是这两个方法，咱们可以调用的两个功能方法，对不对？向模板中分配变量和指定什么？对，加载并显示。那真正的 smart 这两个方法是什么两个方法呢？是这样的，是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什么呢？asign 和 link 分配的功能，看到了吗？然后一个加载并显示的 public function 叫做 display 功能，对吧？那分配变量呢，就是模板里边用了什么变量名，第一个就是变量名 var name， 第二个就是变量的值 VRUE 变量值，这样的话把变量名变量值往这一放，就是能分给模板用的，对吧？然后呢 display 呢是干嘛的？显示。对，它是专门用来显示的，你指定传哪个模板它就是显示哪个模板，对不对？然后这块是 TPL name 显示的模板名，对吧？那这个咱们是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是模板中的变量名，也就是这个名称指定，对吧？ title 和这个当然不是 PHP 文件里的，对不对？一个是分配给它的什么变量值，好，那这块呢参数有一个参数，那 smart 它就不止一个参数了，咱自己写一个参数就够了啊，咱仿写就简单一点。有一个参数什么参数，参数就是模板的什么，就是模板的文件名，也就是我现在想显示哪个模板呢？是不是 demo.html， 那我们这里边就是 demo.html， 好吧？那就有这两个方法了。那这 smart 类我现在想在这里边用的时候，当然这功能咱没实现，对不对？对。那相当于先定义一个规范接口，
要用的话，是不是这个 PHP 程序里边，你肯定不能在模板里边那个 HTML 文件用啊，对不对？因为 Smart 也是 PHP 写的，对，所以在 PHP 也用的。咱访问的还是 PHP 文件，不是访问的模板文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那得是什么？包含模板引擎类，对吧？然后包含模板引擎类，那下边正好我们就可以怎么的，都在当前目录下，对不对？对。include 什么 smart 点 class 点 php 包含这个类了，对不对？嗯。包含这个类，下一步是不是咱们这里边不是静态方法啊？嗯。对吧？那就得创建对象来用啊。对。所以呢，这块包含之后得什么？得创建这个对模板引擎对象，对吧？嗯。然后我们这 smart 就叫 smrty smart。可以吧？对。那我这块或者叫 TPL 叫什么都行，嗯，叫 Smart 吧。Smart 里边有一个什么 New SMLT 的 Smart。当然了，我没用构造方法。如果你想传什么变量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构造方法。然后有了这俩方法了，那现在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这里边有两个，一个像模板分配变量，一个显示啊？具体内容咱没写的，对不对？嗯。啊，那像模板里边分配变量，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This。不是什么 smart， 我上面声明的变量是 smart 吧？嗯，对不对 ？smart 里边有一个 asit 分配，那模板里边有两个变量，跟这两个变量名没关系，对不对？嗯，那我给你解解释，别到认为说声明这变量就可以了。你看，我教这俩变量名行不行？对。那在模板里边，我们需要他们俩约定好了，有两个变量，一个是 title， 一个是内容，对不对？那变量名一定是这个字符串。这块一定要记住，不是直接把变量名放到这儿了，对吧？一个 title， 为什么是字符串？咱们一会儿写的时候咱们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对，还有一个 tit 这个变量，或者直接把这个变量值写到这块，对吧？那有几个变量啊？它就分配几个。当然，如果是数组的话，咱们也可以，对不对？分配。然后这块是 content， 内容是 content， 对吧？然后加载并显示，加载哪个模板并显示呢？看一下什么 ？Smart 里边有没有一个 display？ 加载当前页面下的 demo 点 html， 是不是加载模板？嗯。现在你看，在 PHP 程序里边得写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你原生态，你原来的 PHP 程序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对不对？另外一部分代码就是把模板引擎得拿过来。然后用模板引擎把变量塞给模板，对，用模板引擎显示哪个模板，嗯，对吧？这就是模板引擎的作用，对，对吧？记着，模板引擎是在 PHP 里写的，因为它就是 PHP 代码，嗯，对吧？然后 PHP 才能拿到它创建对象，然后呢，把你从数据库获取数据给什么？给模板，然后再显示模板，而模板这里边就是显示变量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把这两个方法功能实现了，那是不是就更好？理解这个原理了，对不对？时间关系，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完善这个模板引擎，好吧？好，好，再见。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